姐，咱第一步做牛肉灌汤包需要干嘛呢？那先把面烫了。把面烫了。烫面，半烫面。必须烫面。必须烫面。哦。是冷水面的话，它会太硬了。哦。然后加点盐在面里。盐。是为什么，大姐？哦，你提下它的筋性。筋性。筋道。所以这样才能兜住那个汁儿，是吧，大姐？对。烫面了。烫面了。嗯。如果是80度的水吧，就是直接就是放好就可以。如果是开水吧，就是一半开水一半凉水。哦，你就是最不会活的情况下，就是我就是一半烫面，全用热水全烫了，然后另一半全用凉水和了，然后两个再兑起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理解。哎，所以说今天咱这个属于是全烫面，因为咱这个是80度左右的温水，是吧？对，80度温水就可以。哎，那今天就是做一个牛肉灌汤包。哎，这个牛肉灌汤包吧，今天是我带了块牛肉。这是下五花肉，是不是？我发现这个所有做牛肉馅儿的时候都不能纯牛肉，是吧？一般都干嘛？纯牛肉的话，它就太柴了，太柴，它有点粗，太不好吃，它也打不进水去。只要是灌汤包的话，你看这个就是猪皮冻，哎，它就和猪肉打了以后，它才吃起来才香，哎，理解，对，理解，对。但牛肉和猪肉这个比例怎么掌握？哦，一般就是说是一斤牛肉的话，你就是加半斤猪肉就可以了。这么多量啊！哎，一斤加半斤，是，理解。而且是下五花，哎，最好。下五花是最好的，有点肥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肯定好吃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还要打水啊！打点花椒水，因为它要灌汤嘛。哦，还得加一点胡椒粉，加点胡椒粉。好，哎，牛肉喜欢胡椒啊，黑胡椒啊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再来盐。这证明水打够了，对吧？加上盐。嗯哼。继续打，大问题，来给您来点花生油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教您这个学这个，我也是一起学，咱们就把这个技术学回来。油要多吗？还行，再倒一点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好，这个馅儿打到这种情况，就算打好了。最后封油。封油。哎，大姐，你把它托起来，我们看看什么感觉。哎呦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馅儿打到最后都感觉亮晶晶，为什么？有油，然后水都打进去了。对，皮冻呢，大姐啊？皮冻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水打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？因为你这样一看，它就盆里这边都没有水，都滋到肉里面去了。对的，这就算是合适。有的肉等于是配料是吧？配料对。量多大？牛肉大葱馅的属于是。一般一斤打好的这个馅放一两就可以了。哎，因为在灌汤就要吃的是牛肉。对，葱因为灌汤还有姜，太多了也不好。太多了汤吧，就感觉一咬的时候那个肉就不成球了。对，就感觉这肉丸在这。对，不扎实是吧？好，这个豆呢就把它放上去。好，一般是一斤肉吧，一般就是挑好以后放半斤豆。好，一斤肉，咱现在就开始准备了吧？准备了，咱开始看。咱包这个是什么包啊，大姐？今天蹄花包吗？蹄花。嗯，你看。看一下。哎，把馅填进去。豆里边都有吧？我看你手这个中间是往下兜的，兜着的。先用手兜着点是吧？先用手兜着，托住哈。是的。然后三四五六七。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，哎，每个都21个是吧？皮薄馅儿大，21个褶。这包子就可以了是吧，大姐？可以了。哎呦，太棒了！等等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怎么能证明它灌汤呢？你看，怎么样？这里头有感觉，就是真的是汤汁在荡漾是吧？特别特别的好，很棒。哇，完美啊，大姐今天做的。好了，那咱们现在灌汤包就出锅了。你看一提它的时候呢，这里面那个汤还在里面晃来晃去荡漾的感觉，咱们现在就一起尝尝看牛肉馅儿